家好，今天去做四维彩超，等了很久了，八月几号的时候就预约好了，而且今天医生让我不要吃东西，要我空腹去，因为还要做另外一个项目，就是糖耐，所以我现在是空腹的。要做几个小时来着？这个还不知道。啊，除了四维，有时候做三四个小时，是不是？要看那个宝宝听不听话。应该像你一样不听话。你就好听话、哦。其实这样子算也挺快的哦，六个多月。但是我掰着手指算的话又挺慢的感觉。谢谢你啊。先做糖耐，抽个血先。给你个尿杯。我喝了三杯糖水了。非常冰。我上课几秒钟了，上去三四秒钟就看到正面照了。正面，就是鼻子好大，好像像我一样的。哇，那么大鼻子。像我。真的像。我感觉鼻子应该像我，我的鼻子也是大大的。这是我宝宝的第一张相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下巴像你。鼻子大大的，我觉得有点像我。鼻子也不像我，我鼻子小小的。我鼻子大大的。我跟你讲，医生其实在拍的时候，好像他给我讲了一个，就是讲了一句话，是不是提示他男孩女孩？他说还可以啦。长得还是蛮漂亮的，除了鼻子大了一点。不知道，我考量他透露了性别，长得漂亮，我感觉是透露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像我还像三哥。像你。可能像我的多、啊。像我就是女孩子嘛。美女，像你就美女。嗯。他说还是蛮给力的，他说给他点个赞，因为我进去拍的之前有两位孕妇进去，都是拍一半就出来了，因为看不到正面嘛。我上去一躺，几秒钟他就给我露个正面出来了，所以医生就夸奖，哎，你这宝宝真给力，给他点个赞。好饿啊！那我要做饭了。又做了糖耐，抽了三次血。我去做饭，我要做饭。